那些你偷偷干过的事。一，标记了一处空投。哦，空投也还要把 AWM， 但也不用这枪，你俩看着谁拿吧。我要啊，都别和我抢。不爱开始。敲门，小军啊，你又骗我！发生什么事了？来了，兄弟们！干什么？直接压二。大舅，还有药吗？给一点儿就嘎了。No， 完了，要掉大门了。也走吧，别救了。怎么样呢？三，走得好累呀、啊，我们找辆车吧。弄啥呢，嫂子？快开车走啊！就是，赶紧的，快点！看好了。你怎么坐这了？快开车呀！就是，看好了，兄弟。老肖，我是认真的，我是大师兄，点个关注吧。